个蛇哈，在外面宠物它一只的价格大概多少？因为牛舌的部分，但是比较小众市场，价格上面就是很不是很公开，可能要上万块这样子的价格。对，应该是大概是差不多是那个金额上下。它的饲养温度大概是26到30度，然后是无毒的蛇类。那它的食物是豆食性的，就是小白鼠。那目前我们是定下周一早上开放给民众，就是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来抽签认养。